魏老师，再跟咱们说说呗，您那个吉普故事呗。没有啊，我20年前开北京212，现在呢，这个经过偷偷的背着家人来买这台，这个他们觉得这个车太差，但是真有情怀啊，心里满满的，比买个40万的、30万的、20万的车还高兴。你花得了这个钱，买不了高兴啊！咱们再来重新看一下这台啊，全新的2017年四门的卢比肯，顶配的，同时咱们换了灯保护的 Rugged Ridge 的，35寸的 Mickey Thompson 全地形轮胎 ，Chase Spec 的2.5寸加高 Fox Shock 前后，同时呢配了很多调整的，让这个车开起来更像原装车。再来，最主要咱们这个车牧马人唯一能选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当然了，这台顶配的就不用说了。同时加了拖车组，所以这个车呢对引擎特别好，开到北极都不怕，是真正的可以去任何地方的卢比肯。哎，咱们可以去卢比肯小道了，这台车。对啊，在北加州啊，相信这台车很快这个身影就会在下一期咱们出去玩的视频里看到了啊，大家再歪歪一下吧。耶呼，好的，好，谢谢哈。这是谁？酱油男Alan， 我们来打酱油的，真正的哪儿都能去的吉普就在咱们面前了啊。